家好，这里是华苗娱乐，我是小编。今儿小编跟大家唠唠林俊杰。林俊杰唱歌简直太好听了，小编在打小的时候就喜欢听林俊杰唱的《江南》，那歌唱的太好了。这些年林俊杰一直在出新歌，粉丝简直太开心了。林俊杰最近竟然搞起了直播，呀好，他目前在台北家里隔离呢，这隔离呀也挺无聊的。林俊杰于是就玩玩直播，还和好朋友王嘉尔互动互动。哎，这时候只见王嘉尔说林俊杰家里很漂亮，还非常这个宽敞。呀好，粉丝透过屏幕就能看到林俊杰的家里呀，客厅竟然是两个客厅打通的，简直太大了。其实林俊杰的房产非常多呀，数不清了都。他喜欢投资房产。王嘉尔表示啊，厕所跟我家一样大，哈哈，这也太搞笑了。网友很羡慕林俊杰的家里，小编呐，真想去他家看一看。好了，本期小编就唠到这儿，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